起来了，太阳晒屁股啦。嗯，天气这么热，我给你做个造型吧。 这个眉心中间缺了一个红点儿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找干妈要一个口红。不装睡啦，我在守株待兔。 林超，你麻烦你这鸡蛋是要的。你再不起床，我就揍人了啊！还是茶叶蛋吧。不许告诉干爸干妈我们在一起的事，听到没？嗯。 肚子痒。